会客厅不会开举办。哦，打火机啊。哦。耶、yeah.。这天原po请原住民的长辈帮忙开酒，只见这位长辈不是拿开瓶器，而是拿起打火机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瓶盖打开，引得全场欢呼。网友看完说，这是原住民长辈的必备技能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刚刚我上车的时候嘛，然后我就这样沿路开，开了大概快半个小时哦。我想为什么我冷气已经开得很强了，然后为什么还那么热，这样已经那个冷气已经御山的那一种了，很冷的那种，它结冰了，然后我还觉得很热，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呢，我是不是我的冷气坏掉，然后结果我就啊，原来我在开车啊，原来是这个，哎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、啊、真的是哎呀，防安全啊，安全安全啊，秋雷。网友看玩笑说，这也太搞笑了，加上安全带双重保障，绝对安全的啦。